大家好啊，又到咧 MIH 嘅通讯时间啦。今日咧就好多嘢宣布，不过咧我嘅好拍档 Debbie 咧仍然喺欧洲度玩紧咯。哇，佢星期日咧仲要上传咗一张相喺巴黎铁塔面前影噶，影到佢只脚咧好鬼死出，引死人啊真系。所以咧今个星期咧我都系要一个人单拖嘅，我系 Fian， 戴咗眼镜啫。我会竭尽所能做好呢个通讯站噶。聽日咧就係5月30日啦，端午節嚟嘅，就係咧紀念咧楚國嘅屈原先生啦。上次我哋嘅貨品推銷日啦，晉升嘅300隻種喎，好犀利，全部賣曬啦已經。嗱，唔知大家有冇請到你食咧？大家平時咧中意食蒸啊定係烚嘅咧？我中意蒸嘅。嗱，端午節又係紅日啦，咁除咗有啤梨漫步之外咧，我哋所有節目咧都會如常播放嘅。咁上個星期四啦，《現代豪俠傳》亦都係最後一集喎，亦都係我哋嘅200集嘅正式完結啊！當晚咧喺石結尾嘅多彩皇宮啦，現場非常之虛撼啊，簡直係超開咗成28位啊！仲要最尾嗰幾日推咗咧40幾位、50至50位左右啦，都唔明佢哋點解要當日嚟報名咧？係啦，我哋都唔想推你噶，但係真係冇辦法交開唔到啦。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下次早少少啊嘛，仲有下次嘅話，係咯。嗱，咁當日咧嘅户外直播啦，都算順利嘅。唔知大家收唔收貨咧？咁有網友就提議啦，下次可以加多個鏡頭，影埋觀眾嘅情況。依一度咧，我就覺得可能有啲觀眾唔係好想影嘅。咁我哋都會考慮下點樣去做依個增加資源嘅方面啦。咁不過咧，如果有更多嘅朋友可以訂閱。2588一年收睇曬所有各大頻道嘅節目嘅重温計劃嘅話咧，我哋嘅財政上就會鬆動啲啦，咁會更多嘅資源去增添我哋更好嘅器材啊嘛。嚟講翻啦，《現代俠傳》由低俗開始咧，都已經哇幾多年啊？1、2、3，今日今年4年差唔多咯。唉，做到而家嘅時事評論台最主要嘅節目之一嚟噶。不過咧，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希望各位豪俠啊，可以咧有緣再聚啦，係咪？而啤梨哥咧更加咧會有好多計劃出現噶，因為佢話咧嚟緊會搞唱歌比賽啦。咁而嚟緊嘅6月6日咧，啤梨漫步就會喺佐敦嘅德興火鍋舉行網聚啊！到時大家可以睇下咧傳說中嘅小龍女有幾靚有幾索啦。咁網聚咧就係350元一位，任飲任食火喎。有興趣嘅朋友咧，一定要喺6月1日之前咧 WhatsApp 啤梨哥66982429嘅。如果夠78人報名嘅話咧，係78人啦，唔多唔少。咁網聚咧就會如常舉行噶，唔夠78咧就要 cancel 噶啦。咁咧今次係一個曬馬行動。希望咧，啤梨漫步嘅讀者會踴躍參加啦，一齊去撒下撒下咁啦。嗱，原本星期四咧嘅時事評論台10點嘅時段咧，會由煉獄世界頂上嘅。而且煉獄嘅星期六咧就會重播一次噶。不過咧，依個只係一個暫時性嘅安排啦，因為咧我哋已經邀請咗一個資深嘅時事評論員啦，喺不久嘅將來。就會在這個星期四晚9點的時段講解國際時事的。那咪沒事好。大家記不記得上年呢有很多我們的 MIHK 訂購台灣愛文網呢？今年呢大家都有口福了，因為呢我們的晉升老闆娘呢又剛剛在台灣呢還要親自買機票那種啊，去揀咧現場最靚嘅芒果，逐個同你哋揀曬翻嚟，全部都係 A 級貨嘅時令愛文芒，我哋去淘睇下啦。哇，好靚啊！佢戒得紅色嘅入邊好甜嘅，上年呢一甜到真係滴汁噶，唔知今年點樣咧？大家記得嚟買啦。好啦，介紹人啦，咁有咁好嘅芒果啦，咁我哋就介紹一下我哋下星期有咩節目啦。嗱，今晚啦要嘅文化節目就係有沙丘戲。咁沙丘戲咧就會有一位靚女模特兒叫做 Amy， 係咪？定 Emily 死啦！唔緊要啦，總之靚女啦，係
同所羅門一齊主持噶，但係原來依位模特兒咧係 Baby 嘅朋友喎，即係話哇佢個靚女級數應該係超高噶。誒咁佢哋咧兩個就一齊公司聚舊啦，大家都係咁靚噶。如果想知道咧依個女嘉賓有幾靚，今晚記得留意節目啦，我哋去片啦。我翻咗嚟香港，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是、我做緊 gym。咁啊，跟住就睇到六四，唔係六四，係嗰個佔中清場。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唔開心。翻到公司，咁啊有嗰個公司個同事咧，即係嗰個財務大臣啦。咁咧就 COO， 佢就講咗句：佢話屌你老味，阻住曬我住堅島噶嘛，我日日啦就俾班冚家產搞到我咧，就要差唔多要塞成45分鐘先翻到屋企。我睇完聽完佢嗰陣説話咧，我非常之憤怒。當然我臭罵咗佢一頓啦，跟住我鬧完個 COO 之後，我就決定覺得我可以做啲咩咧為香港。咁嚟緊我哋香港人，我見到你都好傷感啊！即係譬如話你有啲乜嘢，你希望香港人俾香港人聽咧？好簡單，第一樣就係頭先講到啦，雨傘革命。你哋覺得呢一班人係影響緊你生活？但是究竟這一班人是真真正正去想幫這個他們住的地方，還是去影響你們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我真的已經 不再知道了。這麼多負能量多了呢，是因為我們有努力過才會有嘛。所以我覺得我都希望不要第一時間否定我們年輕人先，對，這個機會是絕對是我們的長輩，我們的前輩給我們的，對。還有我都覺得其實每一個香港人如果自己有什麼不滿真的好像蘇羅文說的，不要只是上網在這裡留言，又或者去攻擊，又或者怎樣，是每一個人都嘗試去 voice out， 又或者可能去做多一步，係啦。咁例如講緊我 so far 我今日我都可以好驕傲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我就從來冇試過上網 download 電影嘅。即係其實依啲就係咧，我喺大陸咁多年，你都係咧去攞一啲免費嘅娛樂去學識人哋嘅嘢，根本你一個先都冇俾過，一啲 copyright 都冇俾過，但你又抄曬啲人嘢，然後屌你老尾就話自己係強國喎。跟住其實你啲嘢都係抄人嘅啫嘛。Exactly. 你算咩強國啊？你有咩自己生產出嚟啊？我聽到好多怨氣啊，不過咧，我要更正翻啦，佢咧就叫做 Emily 啦，係啦，唱歌都唔錯噶，可以叫佢唱埋歌噶。咁另外咧，今個星期三咧係大院有落啦，咁就係做占士邦系列啊，占士邦啊，一講咧就係英國啦，我之前去完啦，仲買咗個英女王首飾之外咧，仲有足球啊，好開心啊，所以咧大家一定會諗起007嘅占士邦啊。嗱，咁最近咧第三代占士邦咧羅渣摩亞逝世啦，咁就有啲可惜嘅，咁所以咧星期三大院有落咧亦都會向羅渣摩亞致敬噶，做一集咧占士邦特輯。咁除咗羅渣摩亞之外啦，新康納利同埋布士南咧都係比較出名嘅占士邦啦。咁要睇下各位主持點樣去介紹唔同年代嘅占士邦啦。不過最緊要當然介紹埋邦女郎，呢個係重點嚟噶嘛。例如我自己咧最深刻嘅占士邦咧，當然係近代嘅丹尼爾基格啦。除咗佢係型男之外啦，亦都有索女嗱咁。特務007仲有好多靚車添啊！除咗靚車，當然有靚衫啦，同埋咧好多對頭人啊！哇，魔鬼黨啦，金手指都係占士邦咧，大家嘅集體回憶嚟噶嘛。所以咧，星期三晚記得留意住大院有落啦。而另一個王牌節目《西瓜頭總理》主持嘅《嘿嘿滋滋食地球》，今晚咧就會介紹台北孔仔街啦。統制界小籠包是一檔是小籠包很有人情味的小籠包，也是西瓜總理的心頭號，所以專程介紹給大家。不信的話看看他怎樣心頭號和人情味，我們去片吧。
老闆堅持住自己做翻。哦，哇！真係清穩到咧，見底喎，就係啦。OK， 啲友仔咧，梗係掛住一啲定經同佢食過呢度嘅好朋友啦。做咩等緊計咯？真係梗係啦，你自己指定一齊去食，有時有啲嘢到你可以食，佢已經食唔到成包。梗啦，屌你！大家記得一定要留意啦！而今晚咧10:30咧，驚慄頻道啊，有我最中意嘅《迷離世界》啦，就係會講一單咧喺百幾年前震撼英國倫敦，甚至咧全世界都識嘅開膛殺手 Jack the Ripper 啦。咁講起個案件咧，就係講一個好變態嘅連環殺手啦，係專揀一啲咧喺街度咧徘徊拉客嘅妓女嚟散劏噶。諗起咧，喺當年嚟講係非常之恐怖嘅，因為佢係唔係普通嘅散劏，會劏到血肉模糊咁樣。嗱，究竟當年英國嘅警察捉嘅人係咪真正嘅兇手咧？點解會有一個咁變態嘅人咧？同埋佢同妓女又有啲咩仇怨咧？其實依個係咧係真係好迷嚟嘅，所以咧一定要睇《迷離世界》一班主持點樣講解啦。不過到時一定有心理準備。因為資料同埋咧相咧都係好血腥啊！我哋去片啊！咁咧，嗰出戲咧就係關於即係一百幾年前啦，有一個好出名嘅殺手啦，即係雖然係連環殺手，就叫做出名嘅。我未講個名先啦，我講下名先。係啦，嗰個咧就係開膛手傑克蘭。係啊，咁大家有冇聽過開膛手傑克先？有呢個一定有嘅，呢個係叫做地球犯罪史上第一個全球造成全球性轟動事件嘅連環殺手，亦都可以話係連環殺手嘅始祖嚟啊嘛。啱啦，嗱，頭先咧影月咧就問到話點解佢會咁出名啦？咁我有其實有兩有三樣嘢嘅。第一樣嘢，佢殺人嘅手法咧非常之殘忍，係啦。第二樣嘢咧，佢就係咧喺殺完人之後咧，仲會寄啲信啊，去到警察局挑釁，係啦，挑釁警察嘅喎，真係係啦。咁再第三樣咧就係咁多年嚟咧，都冇人知道呢個真係啦，呢個人嘅真正兇手係咩身份嘅。是不是很期待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迷離世界》啦。已經做了兩集的新節目《六七大事件》呢，就收到各方面的好評好評呢，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偏不倚啦，還原當年的1967年的真相。首先不會偏幫政府，也不會為造反而反他們的。那我們就會做回最原汁原味的事情啦。講開節目啦，《六七大事件》呢就是第三集會講翻60年代工業起飛嘅時候啦。咁香港咧就出現咗好多民生問題，當然包括啦物價騰貴啦，工人嘅福利就得唔到保障。咁陸續出現咧好多唔同嘅工潮啦，而新蒲崗大有街啦，哇！我以前做嘢地方嘅人造花廠啦，發生咧工廠騷動啦，人造花工廠。咁咧，依個大騷動啦，就係六七暴動嘅開幕啦。咁究竟發生啲咩事咧？係一場點樣嘅工潮啦？點解後屘會發生到一個可以不可收拾嘅地步？咁佢嘅背景係咩嘢啦？咁左派工會喺依場嘅騷動扮演住一個點樣嘅角色咧？咁就會由我哋嘅六七大事件依個節目咧，就去講解噶啦。咁而且依個節目絕大部分咧，都是外景拍攝嚟嘅，好似上一集咁就特登帶咗成隊攝製隊去澳門拍攝啊！不惜成本咧，製咗一個主流嘅媒體咧還原唔到嘅歷史真相節目啊！嗱，六七大事件依個節目咧，另一個備受好評嘅地方就係我哋嘅旁白佐敦先生。如果大家有聽開文化頻道嘅金曲妙韻歲月情嘅話咧，就知道佢一個一頭好靚嘅金毛嘅佐敦啦。佢嘅專業咧，大家都知嘅，因為佢做嘅音樂節目咧，係全港一流水平之餘咧，仲會講解埋香港流行文化歷史之外，同埋咧加入咗好多人生道理喺入邊噶。而佐敦嘅六七大事件嘅旁白水平，好多觀眾都話
哇，有六七十年代的播導員水平啊，簡直是超出曬水準添啊！所以咧，大家除了支持六七大事件之外咧，亦都支持埋我哋嘅金曲妙韻《歲月情》嗰頭金髮啦。例如逢星期五晚的旅遊頻道節目，我們的 Hong Kong Survivor 2又回來了，也是一個大家要看的節目，因為上一集已經講解了求生要注意什麼了，大家千萬記緊，不要做一些這麼不自量力的事之餘還要去害死救你的人，例如消防員、警察，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來的。大家呢也都不要為了自己去做一個攀山成績的時候呢，帶埋一些不是很得的人一起去 被人拯救，又或者他們罹難都不是那麼好的。所以呢，在這個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走一走都會無端端死了的時候呢，周圍呢其實都暗藏危機的。香港 Survivor 2就會幫大家每個星期都上堂傳授下在城市的求生之道啦，我們去片吧。如果對於這個露營或者行山人士，如果真的要穿到羽絨去行山的話，是不是真的要選一些那麼容易去收藏，即是越細件越好的，或者是可以容易捲埋去越細粒越好呢？方便擠的嘛，攤位的嘛，擠嘢方便啲，但其實最緊要就保暖度。咁你當然帶個米芝蓮咁嘅死得啦。咁但係呢件細細件嘅好處就係、去到營地先著。你行嘅時候著唔到羽絨嘅冇可能啊！因為會出曬汗咁樣。我見啲阿姐真係㗎，高踭鞋著住羽絨行山，佢真係好嘢，我真係覺得好緊要。但係就羽絨咧，去到營地啦，settle 曬啲嘢啦，跟住我就先至凍啦喎，咁就著呢件加呢件風褸嘅後邊入面。係啦，咁佢可以擋風。呢件擋風啦，跟住呢件做保暖啦，咁就差好遠啦。哦，即係唔可以調轉兩個 layer， 唔可以調轉咁樣。你見到啲 poster 或者喺外國嗰啲人咧，佢哋會倒轉嚟著。個原因咧就係我攀爬緊，咁我喺度等個隊友上面，佢未嚟到，咁我就笠件衫，佢嚟到就除呢件，就即刻就繼續爬。是的，大家不要看小山，因為他們的氣壓和溫度是真的比較凍的，所以呢就記得看我們的 Hong Kong Survivor 2啦。而星期五晚文化頻道的節目《藍皮書》會是最後一集，我們壓軸的嘉賓呢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才女，如果大家有聽過陶傑的《光明頂》的話呢，都一定會聽過一個非常一般才女的聲音啦。如果大家都有聽過《天若有情》這套戲的話，或者聽過《天若有情》這首歌的話，大家都會估到這個一般才女是誰了，就是一個非常才藝又聲色了得的女士了。下個星期五文化頻道原本藍皮書的時間就會由哇當床板夾到春袋，哦，是當床板夾到春袋，好難讀的一個節目名，就是由他來代替的了。菠蘿渠王Debbie、西瓜總理那一班主持會大家和你們這班這樣的男人，可惡，傾盡你們的男人的喜與悲、樂與怒，真是唉，又是說那些東西了，算了。而夜場警訊除了第一集的藍皮書一齊完結之外，大家可以看看今季的龜精雄又有啲咩好介紹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一集等 Debbie 翻嚟，我哋再一齊見面啦，拜拜。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